我男人老狗嚟，干咩培于公司啫？我唔系为钱，都为兴趣啊！咁你问我做乜啫？你咪帮第二个女人咯。你明知同佢真系冇嘢，介意啲乜嘢啫？你而家要我有得第二个女人成就我老公嘅理想啊？有边个女人会唔介意噶？你要去追梦，我唔阻你，但你冇资格叫我执着保安心。即系点啊？各有各做啊！当初我以为咧，我可以同我最爱嘅老公结婚，生仔系一件最幸福嘅事嚟嘅。但系原来同你生咗 B B 之后，先发觉咧，我同你嘅价值观可以差咁远啊！我同结婚之前一样冇变过噶。你冇变，系我太傻啊！系我冇谂清楚就同你结婚，系我太冲动了。